六皇子慕云生才是将来天下真正的主人。星命也说，慕云生手握帝王剑之时，必会把灾难带给世界。他若登上帝位，天下将大乱。该来的总会来。罪者生，刑者死。罪者为怒而生，刑者奋战而死。愿为奴者接管营救，愿死者随我来。八大部族不只是八种不同的形式，而是军队中不同的兵种。慕茹的使命是什么？维护世间秩序，捍卫慕云江山。你想天下吗？我也想。那个慕云生根本算不得是人，他的母亲是一个美。慕云生不该活。你们一个个的把自己的欲望堆在一个人身上，把自己的罪却推给另一个人。苏雨宁是谁？慕云是未来皇后。我不需要谁为我争天下。你是谁？慕如寒江。慕如是和我韩州八部世代血仇。我姓慕云，沙场对决那一刻，不要看我的眼睛。我怎么才能得到他？只要慕云生将他唤出，就一定会是你的。女友，你和你儿子一定要明白，我才是这个笼子里最凶的。你都憎我一样，我要你百样还。我就是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，南哭院里他们的新皇后有多可怕。亲者为仇，爱人相杀，这就是皇家，这就是帝王。九州就要毁灭了，必须要去黑森林找到那个人，必须要找到那个人。我是九州的铁骑，我是天下的王。一直一个人很苦吧？再让我见到你，你就是我的。你这个傻瓜，怎么可以让人放心呢？所以伺候医生，你愿不愿意让我来照顾你？如果未来的皇帝是慕云生，苏雨宁，你就会被指婚给慕云生。我若是不同意又能怎样？赐死。南哭月离，你知不知道两个快要淹死的人还拉在一块，只有死得更快。我想不到你在哪里才能安全，谁又能保护你？你忘了吗？你是我的奴隶。你心里有我，你
是对还是错？那你打算怎么死？我不相信！走开啊，别理我！我不服！告诉我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自己变成一个没有用的人，所以才一心想成为一个英雄。